送了这样一本书给我们学校，就是小一的孩子，他觉得太感动了，所以他准备了一束大花束，还有钻戒，哇塞，是白金做的，因为是白色的，100克拉的钻戒要来献给您。哎呀，小潘潘你还不笑嘞？我们这个总司令等的都急了。国王可以把这些课纲都改回符合啊自然，而且不伤害这个同志啊，让一个拔菜总司令来向教育部长求婚。部长，我暗恋你很久啦。我们一起喊小潘潘，小潘潘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你推行男男恋，你推行男男恋，推行男男恋，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。